OK，又过了一阵子，我完全的把这一个 OK，又过了一阵子，我完全的把这整个硬碟又完全的格式化一次，然后我又重新传了这所有的800 GB 的档案一次，就又发生一模一样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前面都是非常顺利的400多枚，然后到现在差不多传了500 GB 之后呢，看到了没有？我们的速度整个大跳楼，应该不是什么温度的问题。应该就是它的硬碟，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设计的。就是你只要超过500 GB，这个硬碟是2T 的硬碟，它的容量也有1.8T，它传了500 GB 容量，存满500 GB，它就直接速度变得超慢，70几枚是怎么样？已经比我们的传统硬碟2.5寸的硬碟还要慢了，到底是怎么样？我也不知道，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这是神奇的。美光硬碟。